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Milo 大，欢迎来到挑战系列第二集啊。我们这次的挑战呢是超大准星。那在这之前呢，我已经把准星的设定都已经全部调好了。那我把它的名字呢叫做大大大优惠。大大大优惠。那我们先来靶场试一下，它这个点点已经快要跟练习一样大了。这个它的。我完全看不到头，如果距离比较远一点的话，整个看不到头啊。那这稍微远一点，就比那个头还大了，那个准星，超级挡视线的。那我们这次的挑战呢，就是三次三杀，不能再多了，因为再多下去的话，我真的快中风了。这个比无准星挑战还要难打。往前一颗，阿北这样被打死。冒一发，两个都在那边，左边一只，左边左底一只。我来，我叫局，我来。不打不动他，不够明显他。哦对，给他喷。可以吗？我他妈看不到啊！特朋友往前飞，啊错了啦！人在哪兒？我靠！我靠！我好晒哦我！我用点的都有问题，完全看不到啊！这个准星已经挡到我连压枪都有问题了。打到头了，我压不下去。走射，我要走射他。有。可是我看不到头啊，真的完全看不到哎、欸。太狠了！我靠！有啊，都震到。我能说，我杀得到人都是运气太好。刚好抓到一个，我这个准星看久了头有点晕欸。你闪到我兄弟 ，What the fuck！ 我赢，老改赢。Sorry。我被闪成智障了，我。没有，你抢到我了。没有，抢到我了。APQ 有人，没有。There we go。好妖哦。APA 是在他
快点啦，赤凤侠！哇的！有哎、我看到你了，很想传啊。那我们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个喜欢并且订阅。那希望我拍什么挑战的计划的话，那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说一下哦。我是麦老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